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race Life 每个星期的在家运动。今天呢，又是一套比较短一点的肌肉雕塑运动。我们所要着重的部位是我们的腹肌。那跟之前两个礼拜的运动影片一样，我之所以设计这个运动的原因是希望以后呢，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身心状况，然后把这些短的运动影片结合在一起，组合成一个适合你当天所想要的运动。那今天这套运动模式跟之前一样，每个动作我们要先做十次，然后做十五次，然后做二十次，所以会越来越累，总共只有四个动作。那我们今天不会一起做暖身跟伸展操结束，你如果需要的话呢，可以利用我之前有录很多的影片，特别是30天运动挑战那边有许多10分钟、15分左右的暖身跟伸展操，你可以先做一些那些动作，以后呢再来做这套运动影片。OK，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开始吧。All right， 瑜伽垫准备好，让我们来做第一个动作。我们要做的是脚踏车卷曲，所以呢，请你躺下来 ，OK， 然后呢，双脚举起，膝盖弯曲，手呢放在耳朵后方，然后呢，一只脚伸直。预备，右手手肘去碰左手，左脚膝盖，尽量左边一次，右边一次，算一下，我们要做10下。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一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休息。算了2个10下，原因是因为我数数数到一半，发现我没有左边一次，右边一次，算一下，所以要算到20。OK， 我们再来呢做15下。预备，脚举起，手放在耳朵后方，背贴平地面。预备，开始。只有4个动作，这样越来越做会越来越累。OK， 再一次的脚弯曲，准备好，手放耳朵后方。这次我们要做20下，尽量撑着。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延展，肚子痛。OK， 第一个动作结束。再来呢，第二个动作更简单，我们完全不需要动，我们就是撑着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呢直接跟着我一起开始，躺下，然后呢脚举起，手放在耳朵后方，撑着，肚子用力，数15、1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肚子痛，肚子痛。你如果撑不住的话呢，你可以把膝盖弯曲 ，OK。伸展一下，深呼吸，吐气。All right， 再一次，这次呢，我们要撑15秒 ，OK。所以呢，脚离开地面，手放在耳朵后方，身体挺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Oh my goodness, that was very hard. 完全不动，感觉好像比刚刚的脚踏车卷曲更累一样。OK， 休息一下，我们再做一次。这一次呢，数到20。OK， 双脚预备，背贴平地面，脚慢慢放下，手放耳朵后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
超快，现在只剩下两个动作，让我讲解第三个动作，一样躺在地面上 ，OK？ 然后呢，稍微调整一下，让你的背是完完全全贴平地面。我要你双脚打直，直接跟着我一起来。我们脚先从放在地面上开始，然后呢，我要举脚，然后慢慢放下 ，OK？ 那我要你举脚，你如果可以进阶版的话呢，当你举脚，顺便屁股撑起 ，OK？ 然后慢慢放下，这算第二次，我们要做十下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休息一下，伸展一下，哦 ，Alright， 我们要做十下 ，OK。你如果需要简单一点的版本的话呢，你举脚的时候可以膝盖弯曲，或者是你如果感觉这种双脚乱飞的话，你可以交叉，你脚板那边交叉 ，OK。我们再一次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。贴平地面，六。你如果发现你在凹背的话，你脚可以不用放太低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下十四，最后一下十五，慢慢放下，完全血液冲天，头整个热起来 ，Alright， 非常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这一次是二十下 ，OK， 那你们稍微休息一下，我来跟大家一点点小提醒。待会呢，你如果需要的话，膝盖弯曲。你如果发现你在脚放下的时候呢，背开始凹起来，就代表你可能就是有点累了。所以呢，你脚就不用放完全放下放那么低，你可以脚放下放到一半，然后就举起。OK， 非常好，感谢你们已经到这个地方，继续，不要放弃。二十下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。放那么低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最后两下，十九，最后一下，二十。啊！非常好。剩下最后一个动作，翻过身 ，OK。我们呢要。
要做的是平板支撑加上拍肩 ，OK？ 那我今天要你很注意的一点呢，就是我在你平板支撑的时候，跟之前一样，身体呈一直线，然后呢，手去拍肩的时候呢，我要你想象你屁股这边顶了一杯咖啡，或是波霸奶茶，或是酒，然后呢，我要你想象屁股上面放了一杯饮料，所以当你在摸肩膀的时候，身体不要左右摇晃，尽量身体是不动，然后呢，用你肌肉的力量来撑平衡 ，OK？ 因为你如果没有用力的话，很容易在你摸肩膀的时候，身体会开始左右摇摆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没有真正的达到目标。我要你尽量的身体完全是呈一平面，并且稳稳的 ，OK？ 一样，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算一次。我们先从十次开始，所以呢，脚撑起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膝盖放下。屁股向后坐，休息一下。All right， 再一次，记得哦，不要左右摇晃。你如果发现就是身体极度的左右摇晃的话呢，你脚可以稍微开一点点。你如果脚越合并，就代表越难维持平衡、维持重心。所以你可以脚稍微开一点点。我们做15下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 OK， 膝盖放下，剩下最后一个数数，我们要数20下，我们今天的核心肌肉雕塑动作就完成。Alright， 动作预备，脚撑高，屁股打平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16、17、18、19、20 Alright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们今天的肌肉雕塑工作到此结束。你如果这是今天第一个运动，你可以再选择另外一个比较简短的运动，或是你今天已经觉得这样就 OK 了。这样就 OK 也很好，感谢你今天跟我一起在家做运动，希望你喜欢今天这套腹肌肌肉雕塑，那我们下个星期见咯，拜。